两只脚，一双眼，探索海洋新感动，发现娱乐新世界。梓观位于高雄市西部沿海，北临弥陀区，西濒台湾海峡，海岸线南至点宝溪口，北至踏底，在地的渔筏以拖网、金锁网、流刺网为主，渔获与乌鱼、铁甲、肉鱼、红木莲等种类为主。因为临近高雄市区，每到假日吸引大批人潮来到鹅寮渔港采买新鲜的渔获，是高雄地区重要的海鲜集散地之一。今天呢，希雅要带领大家来梓观，来一趟梓观清水休闲行。不过希雅是高雄人呢，这里明明就是鼓山呐，怎么骗得了我这个高雄人？不然我们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吧。希雅说的没错，今天要去梓观，可是为什么来到了鼓山轮渡站呢？其实我们并没有跑错地方哦，而是希雅要带观众朋友来一趟梓观清水休闲行，这趟旅程可是非常的特别呢。接下来梓观清水休闲行就让希雅带领大家前往吧。没有啦，没有啦。现在呢，在我身后的这两位就是来自于梓观区渔会的张总干事，还有黄科长。大家好。我刚刚啊还在想说吼，啊我们不是要去梓观吗？是。啊怎么会来鼓山？差足远的呢。差足远的吼，因为咱梓观哈甲鼓山哈，隔壁乡亲啦。今年我们高雄市政府哈，经过我们张总干事的争取哈，大力推荐的哈，从鼓山渔港到皮科子寮渔港的一个清水的一个新航线，蓝色公路新航线。今年才有的哎，是新鲜货哦。是是，它会经过整个高雄的货柜渔港。然后呢，对我们出关以后呢，映入眼帘的是我们的中安大学。对，那再往前呢，就是我们的西子湾。嗯。那我们西子湾是我们很有名的海水浴场。对，那再往前就是我们的下半年度要成立的柴山国家公园。它也是我们全台湾最大的一个珊瑚礁城的一个山脉哈，对，非常非常的荣幸在我们的高雄。对。对。这条蓝色公路可是今年才刚成立的哦，以后去梓观鹅寮寮渔港买海鲜可以不用开车了，直接搭船过去就可以了。总干事，我有个好奇啊，就是说当初怎么会想要把鼓山跟梓观这一条线连接起来呢？那因为整个梓观鹅寮寮整个一个渔港哦，我们是全省39家渔会近海遗捞最丰富的一个渔港，一到加入我们的一个观光仪式吼，大特版，我主观聚会啊，跟我们高雄市政府说，来开辟一个蓝色公路，从高雄鼓山真爱码头、光荣码头到鹅寮寮，那应该这条航线会很受整个一个乡亲的喜爱。对啊，我觉得这条路真的还蛮不错的，我们可以看到陆地上我们看到的一些景色啊，而且这样子我们的鹅寮寮会更热闹呢。当然哦，当然啊。之前有坐过这样子的船吗？就不管学校社团活动还是跟爸爸妈妈，你们有从西子湾那边来到这边过吗？没有。那你们看到什么东西啊？西子湾。西子湾还有嘞？看到了平时看不到的风景。像是柴山，柴山对吗？有在船上看陆地过吗？没有，没有。那你觉得这感觉怎么样？开心，开心。在经过一趟50分钟的蓝色公路之旅后，接下来就要来到今天的目的地鹅阿寮渔港喽。现在的鹅阿寮渔港可是不养鹅阿的哦。
那是因为以前的鹅阿寮曾经是个养鹅阿的小渔村，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过去的科田已经消失了，现在的鹅阿寮渔港已经成为高雄地区相当重要的渔港咯。很多哎，在交易量很大，是不是？对对，我们今天的交易量大概到150万。啊，150万？对，那不就是高雄第一名了吗？仍然可以这么讲，可以这么说。哎，那个 BB 是什么意思啊 ？BB 的意思是他要开始拍卖了。哎，那我们来看他们拍卖了什么鱼啊？大概这里的鱼货都是竹筏。竹筏的，对。哦，这是近海渔业，是不是？所以这边听起来是不是有分区啊？有。我们这边分为竹筏区、竹筏区、信号区，在那边的话就是线捞区。哦，分三个区。很捞啊！对对对。哦。而且竹筏嘛是很捞啊。高雄现在沿岸的线捞鱼货可以说我们最大。大哥，他们现在这是什么鱼啊？这是土托鱼。托特吗？对对对，土托鱼。我可以抓抓看它有多重吗？可以啊，可以。真的吗？我抓了。直接抓吗？直接这样抓吗？对。哦。很重哎，它会不会断掉？我说嘿呀，土托鱼可是鹅阿渔港的特产哦，对待它，请你温柔一点啦。土托鱼是洄游性鱼类，每年农历春节前后是盛产期，也是肉质最肥美的时候。如果想要品尝土托鱼，来鹅阿渔港就对喽。再介绍一下，这是养殖的，我们国内养殖的石斑鱼。哦，养殖的。对对。那我可以抓抓看吗？可以啊，可以啊。那我要怎么抓？不要被刺到。你顺这个。这个、欸、这个哦，顺着上去。抓上面，都不会被它鳞塞。哇、哦，我好怕它断掉，它好重哦。哇。我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线捞区。哦。像这个鱼叫做黑孔。哦，黑孔。大概做早上三点多出去、欸。大哥，他们现在是不是开始在拍卖了、啊？对对，已经在拍卖了。哦，听听看，鱼啊鱼，鱼啊三，是在画鱼啊吗？对对，拍卖。现在就是在画鱼啊。现在喊价。鱼啊三，鱼啊四，鱼啊五。有人飙到了，去看看。鱼啊六，鱼啊七，鱼啊八。大哥，大哥，大哥，你飙到鱼货了吗？对啊。哦，那你是飙什么鱼？九七啦。九鸡啦，啊，你觉得这边的鱼怎么样？鱼货怎么好？好不好？好啊，很好，很清，是不是？对啊。啊，又便宜吗？是现捞的。哦，现捞区。现捞是早上船出去啊，到中午回来。哦，所以非常的新鲜了。对啊，对啊，对啊。哇塞，哦，好滑哦。是现捞的才会这样。好滑哦，感觉非常的新鲜哎。对啊。所以要买雄鸡的鱼啊，就是来鹅阿寮，对不对？对。听来紧张又热闹的喊价声，真的让人感受到鹅阿寮拍卖鱼市充满活力又有生气的一面呢、啊。不过来到这里，只是观看这些肥美又鲜嫩的鱼儿们，那就可惜喽。怎么可以错过大买特买的好机会呢？赶快跟着 Hia 的带领去逛一逛假日熊夯哎，鹅阿寮观光鱼市吧。哇，这里真的很热闹。既然来到了观光鱼市，蒂亚当然要买一些回去准备给咪酱还有小壁虎吃喽。那我在那边看看，有很多螃蟹，还有什么虾子啊、海瓜子，我赶快去买了。走，来扇贝来鲜哦，虾子哎，海鲜。这个怎么卖？这个一斤180，一百八是今天现捞的鱼货吗？对对对对，都是当地最新鲜的海鲜。哦、那这边还有这个是什么螺？凤螺。凤螺。哎哎，等一下，这个凤螺里面。竟然有海瓜子哎！给他吃的，是要给他吃，不是放错。我想说，奇怪，海瓜子怎么会跳过来嘞？食物，现在喂饱他们，回家就喂饱我们啦。哎，那这个嘞？哎，这是什么东西啊，老板？竹笋，竹笋形状就像竹子一样，活的哎。这个是海瓜子啊！哇塞，鹅阿寮雄鸡呢？有一点是鹅阿寮雄鸡耶，现在好吃又便宜，那一定要买回去给咪酱他们吃的啊！老板，几斤？哦，好奇怪的鱼哦！老板，这是什么鱼？石头公。石头公。对。我可以摸摸看吗？躲在那个石头缝里的。好有趣哦！啊，这怎么卖？一斤
200，一天200哦。老板，我可以买一只吗？买一只小只的好了。老板，这要怎么煮？煮汤清蒸，红枣很好吃。煮汤细哦。那个鱼儿长得很丑，越丑的鱼质越好吃。大姐啊，水狗狗它长得并不丑啦，它只是长得比较有特色一点而已。你这样说，它会非常伤心的。哇，这里鱼窝也很多哎。老板，这里的鱼全部都是鹅阿寮的吗？对啊，鱼货相当的丰富，而且每一只都看起来很不一，很好吃。要不要尝试看看？这个是比目鱼，对不对？对。比目鱼可是有一个故事的哦。你看，这个也哈哈，蛮好吃的。它后面有没有像已经被吃过的鱼？黄鲤啊，蛮好吃的啦。朱元璋呢？他吃了一半就把它丢到那个河里面去，然后它还会活，就变成比目鱼，就是这样。看你要不要尝试买一尾看，煮红烧真的好吃。这怎么卖？那个半斤80而已。来一只。好。先给我包起来。没想到我们的 Hia 逛起鱼市场还蛮熟门路的嘛，看来你一定常进厨房吧。 Hia， 赶快带观众朋友看一看鹅阿寮观光鱼市还有哪些物美价廉的新鲜鱼货吧。那不就超新鲜的？对啊，我公公自己抓的。哦，你公公？对啊。哦，螃蟹达人你好。你好。哎，头家，我想问你哦，啊，这是什么螃蟹？花脚蟹啊。刚刚。灰卡奇啊。灰卡奇啊。哦，因为它的脚颜色很花俏。啊，这不会。公的要花俏一点才找得到老婆。那个帅啊。啊，那个帅。那这是什么季节可以抓得到？这龟泥龙舞啊。龟泥龙舞。差不多六七月上我到国家哦，六七月。哎，啊，这个时间都小喜欢呢。这个啦，这个不一样哎、啊。这个很凶，对不对？对啦，变过来了，变过来了。安内哦。呜、哦。是不是很凶？这来讲脏气啦。脏气。对啊。旁边我看它前面有这个手是什么？一锤啊，这物件是用钢夹。把物件夹到前面只啊！哦，哦，还你，还你！他好凶哦！这冬天较大只啦。在做派的呢。冬天有只一公斤。哦，你看他的嘴巴这样子，啦啦啦啦啦，很像蛇哎，有没有？像蛇在那边啪啪啪啪啪，舌头一直伸出来。好，可以，安内，我可不可以买几只？可以啊。可以。我打算买一只大只的我吃，两只小只的给咪酱。两只小只的给壁虎。我说 Hia， 哪有自己吃大的给人家吃小的？这样太没有诚意了啦。不过话说回来，鹅阿寮观光鱼市还真的是人挤人耶，真不愧是大高雄地区的海鲜采购重镇。你们常来鹅阿寮这边买鱼吗？偶尔、啊。偶尔哦，你们住哪里啊？高雄。好方便哦。那你们来这边都买什么鱼啊？借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钓夯。钓夯，钓夯。哦，你们很喜欢吃钓夯吗？钓夯好吃，记住了。肉螺，它口感好吗？很好哦。今天是带女儿来逛鱼市场吗 ？Hello， 我们跟观众朋友说嗨。嗨，最喜欢吃什么？爸爸说好了，他喜欢吃什么？他喜欢吃小卷。小卷，那你们今天还买了什么？你们是一家人是不是？对啊。那妈妈在哪里啊？妈妈来啦，来，妈妈有这么多个，真好，我也想要有多一点妈妈。那你们常常一家人像这么多人一起来买鱼吗？对啊，真的、哦，你们差不多多久来一次？桥头，桥头来这边要多久？大概15分钟。15分钟就到了，好方便哦。那你等一下要吃海鲜大餐，你知道吗？不在不在。哈哈哈哈哈！你看我今天在鹅阿寮买到这么多的海鲜，相信壁虎啊，还有蜜奖鱼就相当我满意我今天的成果。好好，话不多说。咿呀，果然是福。真的是好孩子啊！接下来呢，子观清水休闲行带大家来到园中港湿地，我们
现在呢，就去看看丰富的物种，去亲近大自然吧。园中港湿地前身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渔温，早期这些渔温是渔民向海军承租的，后来因为海军基地开发计划，军方将土地回收重划，并捐了50公顷的地给政府作为公共设施，其中约30公顷规划成公园。又因为当地渔温水稻分布旺盛，长出红树林植被，因此成为著名的湿地公园。哇，这里真的很漂亮，跟一般的红树林不太一样，每一棵树都长得很高哎。对啊，因为这边的红树林哦，都快近百岁了。哇，这是我们今天的导览员林大姐，大姐你好，你好你好，依雅你好。哇，我发现这些树啊，好像都很高哈、哦。对，因为红树林要长到树干像这么粗的话哈，都至少要80到100才能长那么高，因为它在长很慢。80到100岁，也太夸张了吧！这些红树林年纪都这么大了。对，因为要住在这里，就是以前早期的渔民为了怕它的渔温受害，所以拿来当防风林用的。这些是什么品种啊？哦，这个就是那个红树林4种里面其中的一种，叫海茄冬。哦，海茄冬。对，园中港湿地呢，它还有哪些品种？4种都有富裕。哎、欸，我要考考你哦，园中港湿地有2项最重要的特色是什么？你知道吗？太难了吧？那不然大姐你就告诉我答案吧。好，先因为它这里哈，第一个我讲一个，然后一个让你再去想一下。好，我再看。一个就是我们这边啊，旁边过去就到海了，你知道吗？所以哈，它跟海只有一条路之隔哦，就跟着海都快要相连在一起。所以该不会是全台湾最大的湿地吧？它有两个答案，一个是离海最近。可是我们还要加高雄市，高雄市离海最近，而且是高雄市最大的湿地。哦，占地约30公顷的园中港湿地是大高雄地区最大的湿地哦，里面保留了非常完整的红树林沼泽湿地，丰富多样的生态景观，让民众能够近距离体验大自然的生态美景。这边的招潮蟹到底有哪一些啊？现在看到的大部分都是湖边招潮，其实在这边台湾有10种招潮蟹哦，这边10种如果你运气好仔细的观察，都也许都你都可以遇得上。然后他们都有一个特色，就是有一只手特别的强壮。不止招潮蟹哦，你还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一只很跟有颜色保护起来，跟土的颜色一样，那叫双齿金象手蟹。所以它不是只有招潮蟹，它有一些陆蟹。对啊，而且还有弹涂鱼哦，只是哎要看看你运气好不好，它有没有出来。小只，它比我想象的还小很多哎！弹涂鱼啊，跑出来，跑出来，跑出来！好可爱，它嘴巴张开了。对，它也以为有绿色有食物，它会想要出来。所以它哦，它眨眼睛，它张嘴巴哎。对，所以它为什么弹涂鱼会那么这是这里最可爱的动物之一，大家都很喜欢它。而且我发现它的颜色哦，跑进去了。园中港湿地公园的完成，提供了红树林的富裕环境。更让许多的动物有了一个完善的栖息空间。朋友啊，有空的话不妨走一趟园中港湿地公园哦。在紫观清水休闲行的最后呢，我们当然要来到当地的美食餐厅来画一个完美的句点。哎，孙大哥，谢谢你今天帮我们准备了这么多的美食。哎，那不然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是用什么食材啊，怎么做的好不好？好，第一道我们可以介绍就是那个木拉鱼，属是那个苋菜。哦，那乌拉鱼的话，一年的产季大概有9个月这样子。乌拉鱼也是当地的食材。对对对。哦，那它是怎么做的？那这是我们的苋菜啦，加一些蒜，然后再去炒，然后再把乌拉鱼煮一煮，然后再去爬上去这样子。所以叫乌拉鱼爬苋菜这样子。哦。金沙是金沙软丝条。金沙软丝条。软丝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软丝，然后我们是用咸鸭蛋的蛋黄。然后再去把它炒一炒，然后去配上这样子。所以金沙该不会就是咸鸭蛋吧？对对对。哎，那这一道应该蛮香的，挑战我们的味蕾的哦。哎，那这一道啊，看起来有点像素食呢。这是我们当地的乌鱼子，哦，搭配我们的那个花枝
烧海苔，然后去包起来的东西做出来的。一般的人都会觉得说乌鱼子呢有一点咸，那我们就是把它搭配花枝姜，再加上搭配就比较平衡。对对，我们鹅耳鱼港啊，一年四季都会有托特鱼，那最好吃的时令呢就是在冬季。哦，冬季的话它是最，对对对，最肥的时候。看到 Hiya 大快朵颐的表情，害我也忍不住流口水了。嗯，今天的紫观清水休闲行就在美味的海鲜料理中画下一个 happy ending 咯。来到紫观一日游的行程该怎么计划呢？我们可以参与紫观区域会的清水休闲行程，来好好逛逛紫观。早上可以从高雄的古山码头搭乘娱乐渔船出发，沿途欣赏柴山、西子湾的珊瑚礁美景与左云军港的雄伟军舰，最后抵达鹅寮渔港。上岸后品尝田妈妈海鲜餐厅的丰盛海鲜大餐，饱食一顿，为下午的体验活动储存体力。下午我们可以跟着导览人员来到园中港湿地公园，欣赏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态，赏鸟、看招潮蟹、弹涂鱼，陶醉在缤纷精彩的湿地旅程中。接着可以在渔会安排下参加团体导览行程，参观热闹的承销人拍卖鱼市，体验喊价竞标的刺激气氛，也可以到选择多样的观光鱼市采买各式的新鲜鱼货。傍晚还可以来到赤崁海堤旁，悠闲漫步在步道上，让紫观绝佳的夕阳落日美景抚慰都市尘嚣紧张与烦躁。啊，这里一格一格的那个是什么啊？这个九孔池。哦，这个九孔池哦，好特别哦，看起来好像人去洗脚那个脏污啊，有哦。这两种海胆它外观跟形性都不一样。这是钓竿给你用。哦，大哥，太长的换短一点。啊，我们到海边来都拿那个长的钓竿。啊，浮标这么长有什么作用啊？因为这个长目标哈，就适合这边的钓点。我们要开始钓龙虾了啊！为什么钓龙虾一定要在晚上？